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杯足球赛，今天在台北101举办了一场巴西传奇球星球王比利的特展。对足球稍有研究的球迷，对于比利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，被称为足球界的 GOAT， 他同时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在世界杯三度拿下冠军杯的球员。2004年 FIBA 百年庆典中，他被选为世纪最佳球员。现场除了展示他曾穿过的战靴以及世界杯的纪念勋章之外，活动同时也邀请了中华男足总教练 Gary White 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足球员。Pele is a player that I was brought up to learn about, to see, a fantastic gentleman. I've met him in person, and he's very humble, and he's an ambassador for world football. So yeah, he's an absolute legend.纵观世界杯的历史，森巴军团几乎年年都被誉为是夺冠的大热门，曾经五度捧起冠军金杯，是历史之最。而 White 的家乡英格兰长久以来也是欧洲劲旅，但我们请他铁口直断，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冠军到底会是谁？他给的答案却不是这两支队伍。You know, obviously I'm English. I'd love England to win the World Cup, but I think Germany will be the World Cup champions for 2018, in my opinion.中国篮球自从外的教练接掌兵符之后，曾经是逐年攀升。根据 FIBA 最新公布的排名，已经来到121名，是历史的新高。外的教练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看到中华队奔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。我来提新闻，综合报道。